小号，小号，嗨，又是大号。我看看，这不是中了吗？三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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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么小，算啥呀？那你还抽吗？抽，再来两次。抽吧，抽吧。老板，小号。不可能，小号我都收起来了，你不可能抽到。你看，收了嘴了吧？哎，别呀！嘿，这张可是我在柜台底下捡到的，我要告诉同学们你在骗人。哎，算了，这次栽了我认了。平时饮料随便你挑，就当是封口费。摇篮、奶条、泡泡糖、干脆面，还有果丹皮。下手轻点。老板，小姐，自己拿。哎，怎么才这么点？大家是不是都被抽光了？不可能，里面可都是大奖的。算了，今天不抽这个，我们换龙珠吧。好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让我中个大奖吧！老板，这气泡哎！我看看，我给你找找。好嘞。是这个吧？是这个吧？不是，在这儿。来，这个给你。中个大的怎么就这么难呀？别灰心，再送你一包糖。好嘞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再见。去吧去吧。年轻人呐，拜拜。有谁知道？下方评论区告诉我。